对于很多人来说，有这么一件事，大家是经常能见到的，那就是在乡下或者是在集市中，经常会看到一些买主到各村各地去回收旧板币，而这些旧板币里面有纸币也有银币，它们都是退出流通市场的货币，在收藏界里面是具有收藏价值的。而最近就有这么一位买主，他就前往乡下集市中去回收旧板币，而经过一天的时候，他竟然回收到了一箩筐的硬币，而这一箩筐硬币是他花费了1000元的价格回收来的。据他所说，这一箩筐的硬币大约是在1300枚左右，并且其面值全部都是五角。